就一个汉堡，一杯可乐，好像才20块钱吧。用100块钱换了80块钱零钱，因为每次我们收到50的、100的，都要用验钞机数过才行。这个人把钱换了，一直在用什么酸辣粉啊，一直在说。就是早上把店员搞懵了，忘记用验钞机了。如果让他赔钱的话，确实不好，因为他们上班也才80块钱一天，用假钱确实可恨。